黑衣男双手上铐，准备被带往警局，但一旁长发女子不停拦阻，企图拖延时间。我现在执行公务，我现在执行公务，我要请你离开。28号凌晨4点多，白车在信义区街头飙速狂按喇叭，排气管太大声，被警方拦下来，当场揪出男子酒驾，同行女友急扣说要叫支援，保护自己朋友，我知道你是好意的。不到5分钟，朋友意气相挺出现，一到场直接呛瞎是竹联帮名人会成员，一脸嚣张模样，没想到几天后因为喝醉想耍帅，结果与警方和记者发生冲突，还说自己是帮派分子，但其实自己根本什么都不是。鞠躬道歉还有点畏畏缩缩，完全不见之前在街头的嚣张气焰。原来他们根本不是名人会成员，也没有帮派助记。我也受到教训了，也会深深的反省，在此跟大家致最深的歉意，对不起。案情大反转，外界研判应该是前阵子玛莎拉蒂事件，帮派怕被扫荡，尽量低调。没想到却有人拿着名号呛警察，名人会高层发声明撇清，当事人因此还拍影片道歉，实在很烂惨。三立新闻简汉明、王彦婷台北报道。